你是无白收到通邀啊？坐啦。咱的关系应该无好，甲会当做伙饮酒啦。敢无？我叫是咱两个感情已经真好啊。天伤济啊，你酒醉啊。也是恁淡薄啊，无惊哦，你带来陪看咩？你有毛病哦，奇奇怪怪，啊讲代志，袂当去家己听哦，真伤吵，我不介意。就是爱伫遮，因为迄个人伫遮。像一个神秘人，卖条假鬼假怪好不好？卖浪费我时间啦，去调查会全代志。那安尼哦，就更加爱伫遮，带你来猜啊。你姓林呐？林保安，我带你来见。阿林师傅，今仔要见谁？你找啥样？你等下若是伫个商场，还是真酒醉哦？你家己负责。你唔免烦恼我，你烦恼你家己就好啊。今仔有啥物记啊？你是在笑啥？你听我搞创治哦？无，我唔是甲你创治，我只是好奇哦。等下你若看到伊，有啥物反应？所以我讲，这就是偏见。迄种感冒跳，认为是咱女士底下约会的所在，这种观念早就过时啊。Motel， 买的是 high class， unique， and for party。这个声，咱遐尼熟啊！大爷不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！千万唔通等下看到伊的时阵昏昏去啊！我是怕你无坏，行。我要打造的，就是上差的模特。那伊创作无同款的主题，可会当满足所有人的幻想，让人客拢会当有上快乐的 experience。That will be the best moment。感受到我的温度，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多该死的人，拢还没落地啊！哪轮得到我啊？还是很 interesting。这个代志，伫个大家面头前我都做，咱搁伫阮模特内底，你会好好享受。这位玛丽小姐，那真正是我的生活小助理。那呢，我真正想要知影，伊是受到什么刺激，改变伊脑构造，再判若两人的行为举止。真正是太值得我好好研究了。喜欢吗？是不是我上水，不会动心啊？你死了就想回军呢？啊，不过回军袂安尼做，伊一定不是林回军，而是讲伊是跳高的。
李慧君。过来啊。哎，大家干杯啦，来，林啊。李慧君。你的朋友，你连酒醉也该带走 ，Don't miss my party。伊若是慧君，一定感觉歹势，然后甲我杀过。李叔啊。你看啥演出去啊？今日想要领奖，拢送来。哇！行，我这不会。行。雨雪姐是不是超正？今日要出来一趟啊？伊只甲慧君坐了成年，伊个性根本就甲慧君无同款。看我的手机，我跟我说出去，记得我来。你有这么惊我？我都才学个热情，何你不敢单独面对我？我不是惊，是阮想找我来，伊当然买落来。现在到底什么情形？我一定要留了看卖，这个玛丽到底想要创啥？我两个是好兄弟，以后哦，拢是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的。今日要搁凊彩甲人拖去菜市，还讲要讲啥物买内裤的代志。今日我当对伊较宽容的。那呢，我来多谢。是讲你拢袂好奇？为什么这个查甫的，嘛一直跟你林慧君？我对其他的查某人无好奇，甲恁留落，也毋是咧讨论我谁要甲上就是。你是富贵贱色中美丽才甲富的。是啊，你知影我。当然，只要是阮集团想要合作的对象，一定拢会事先探听好。原本要去你的公司找你，想袂到会直接找到你。我是 GL 集团执行长的队长玛丽。